这样的收割机你见过吗？走到哪就吃到哪，简直不要太牛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到，这款机器开到哪可以直接将鸡吃进肚子里，美味的鸡肉可是许多人的心头爱，可以将它做成不同口味的菜肴。不过许多人还是会选择将它拿来煲汤，但是抓鸡可是一件力气活，可能还没过去它已经跑走了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国外一家公司研发出这款吃鸡神器。首先看下它的外观，它拥有一个很长的机械臂，但是机械臂最前端则是三个滚筒设计，不过这些滚筒上面都布满了橡胶棒，这便是它能吃的奥秘。正因为这样的设计，当鸡被卷进去的同时也不会受到伤害，被滚筒吃进去之后紧接着被放到了传送带上，工作人员只需要站在旁边拿着装他们的矿即可。当这些鸡都被装进矿内后，他们就会被运到工厂进行加工了。你可能不知道它的效率有多高，只需要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抓到5000只鸡左右。面对养鸡场时再也不怕手忙脚乱了。再来说说它的功能，前端滚筒的橡胶棒一共安装有72根，并且它是能上下左右移动的，无论鸡跑去哪个方位，收割机都能将它们治得服服帖帖的，真是太厉害了。